排队排了这么久，终于买到大饭店的buffet礼券。这下子终于可以跟我憧憬十年的女神小美共进烛光晚餐了。啊，我的礼券！年轻人啊，告诉我，你掉的是这张有履约保障的礼券，还是这张没有履约保障的礼券呢？年轻人啊，若购买的礼券没有履约保障，当发行礼券的公司倒闭时，你就会白白损失了，知道吗？而且，一般消费者除了很容易贪便宜，购买折扣过低的礼券，还不知道应该要尽速使用，而将礼券长期放着不用，对吗？哎，这种错，记得千万别再犯喽。我的礼券呢？